他的名片给他骗了，他的语言哪里好吃？我们看，我们看，我们看，看看。是，哎，玲玲，哎，你买差别他的。谢谢，香港，谢谢来了，特地来到新加坡。谢谢，我刚刚对不起。请问一个比波拉吗？我刚刚去拉皮。大家好，我今天特地来雾洛呢，介绍这摊的手打鱼圆。那为什么这么好吃呢？你陈汉伟，陈汉伟，哎，你们是本尊哦？对呀。啊，怎么可能在这里啦？拜托，你是我粉丝吧？哎，我咱们就是来这里卖鱼圆的呗。咱们家的鱼圆是超好的耶。手打的，主要就是因为电视台嘛来访问我们两个，我们很兴奋啊，所以你看口红茶道啊都。 因为我们是那种没有taste的那种人，你懂吗？啊，然后呢，就来宣传一下我们的鱼圆了，然后就有人来捣蛋，这样的场戏啊，是。所以你刚才说对了，今天我来不是做美食节目，真的是为了你们的戏对对碰，这是我从影这么多年十多年第一次最好赚的一次，而且是作为自己最好赚的。对啊，那我们讲到这个美食节目嘛，那请问我们艺人啊，上这些美食节目介绍摊位，你认为对这个摊位影响力大不大？ 当然会啊，很多时候我的朋友他们看到好像有艺人的照片，说什么哎呀，什么什么，哎，人特别多的，真的。而且我也会因为这样试看好不好吃。当然我的选择也是这样啦，看到有特别介绍的话，我会特别去捧场。很多时候呢，有钟欣啊、全玉凤都排长龙，有他的脸就没有排队的。喂，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倒是要问一问你啊，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吃的东西，是不是真的都这么好吃的？我跟你讲，我做人很实在的。 好吃我就一定会讲很好吃的，那不好吃的话，我应该就没有讲什么话。没有讲什么话的时候，是不是因为词穷？因为主持那么多啊，一来就十多集啊，特别词穷的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演员除了讲话、台词之外，身体也是语言啊。比如说这个面或这个饭，我讲到词穷的时候好吃，对不对？就这样。我也主持过，每次我就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呢。导演问我，你还有其他东西可以说吗？我真的是好吃，真的好吃，没话说。我通常都会表演哦。 怎么表演？哎，对，我好想看。哇，真的是赞不绝口，真的是哇，吃到我最心欲滴啊！我真的是看到他特别开胃，看得出你已经吃到血盆大口了。没有，这个是特别交代，我其实化妆很厉害的，我只是因为这场戏故意化到这样，特丑的。真的都是这样子的，好心啊！好了，谢谢，谢谢合作。我这场戏来就为了现在这个 moment， 配合一下掌声。